增加你的正气，增加你的免疫力。冰冷的少吃，自己油炸的少吃，还有平常哈可以锻炼打坐，你的正气哈就会慢慢提升。这是中医在预防这边重要的一个概念。规律的运动，好的饮食习惯，最重要的平常还是怎么样回来啊，关照我们的情绪。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是蛮重要，因为大部分啊罹癌的人的性格哈都是比较报喜不报忧。就是如何做一个情绪的很好的表达。好，比如我们提到这个扁桃腺，它既是淋巴系统也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表达的部分。好，比如说我们扁桃腺肿起来，我们就声音就沙哑了，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生命的表达。好，所以在生命的表达的部分怎么样可以把很多负能量真释放掉，那怎么样在生命当中更多的喜悦快乐的能量，那家人之间也是有能够患难相扶持能够把心里的一些感受做一个交流跟疏通，那怎么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笑声，好，家庭生活当中更多的喜悦的能量的加入，那我觉得不只是对我们扁桃腺癌的部分，其实对所有的疾病都是有很大的帮助。